上針尖，與最陌生知己擦肩，一張差點認不出的臉，隨近鏡角度浮現，如此突然，我少不免，有點面紅跟耳熱，但你笑得。凝望日出彷似畫，為何未相約，卻說不出嗎？困於工作裡，也是無他，誰亦被逼分輕重嗎？假使起身晏了一點，接個撥錯了號來電，巴士剛走了一班自然，情節也改寫發展，錯失今次餘生不見，某天突然很掛念，就會嘆息沒法子，如果可再相見，流泪笑脸像傻瓜。